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准备做冬瓜披萨，让观众了解一下我们国家和他呀，音乐人是怎么生活。这个小猫，准备好了，帮助我。声响的汽车和过那奄奄一息的窗，时光在手中。那我们开始吧。这个冬瓜果汁都拿出来，妈咪都给我来了。小猫的名字 Summer， 就是夏天的意思。它一直陪我走到西南的冬瓜。玩都是要找我们玩。你把我锅子都拿出来了，这可是冬瓜是我们自己在园子里种的，画冬瓜先入味，先拌拌酱，蛋黄酱都没了，西红柿酱。过一段时间，这个水都出现了，然后现在这个水热一下。这样就差不多了。今天我要加两个鸡蛋，黑辣椒一点点，再加什么俄罗斯的调料，我特别喜欢这个调料。现在就要加面，撒面吧，准备好了，然后我们开始做。今天打算做点糖醋，因为季节来了，大家都要注意安全。大喜欢，这里还有姜，用这个蒜放到酱里，好的。我们现在可以放过这个，太漂亮了。现在就可以放酱了，休息的时间放一点点，然后，没想到会用上全个罐头。再加上我最喜欢的烤豆腐，我妈刚老公一起在大街买的，然后会都在这缠着，再加上虾就可以。
卖了。怎么样？下面差不多。再放上果果。这样，我打算在烤箱里再烤。太惨了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郭嘉和Tanya，音乐人。大家了解一下我们，我们是。其实我们跟平时